台湾大选结束了，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呢将在明天就跟新总统蔡英文来会谈。在今天晚上呢，伯恩斯已经抵达了桃园机场。在晚上9:50搭长荣从新加坡飞台湾的班机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也到场接机，并且呢经由公务们特别礼遇通关入境。但是下机后，伯恩斯是亲自提行李，没发表谈话，随即驱车到台北。